家乐的外面，卖场外面，它这一台是主要是咖啡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巧克力、牛奶之类的饮品。然后它的特色是可以用 Line Pay， 在左上角那边啊。可以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奶量的调整，拨过去，下一步，然后它就有付款方式，可以零钱，也可以用 Line Pay， 好，来，我们用 Line Pay， 好，扫这个 Line Pay 的条码。用扫的，扫描，哎，来，扫，好，现在操作了。是可以从这个打开，好，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快。